江戸の景色もこれが見納めだ。在这个腐败危险的时代，谭老师评价なりそうで。想保护眼前的嘢，水原一国路新武士の登場だ。需要啲坚守武士之魂的怪人。俺は黒津やピンちゃんが万事解決してやっからよ。銀魂第一季，逢星期五晚上8:00 ，Animax。